好，我是 Miss Michelle Bang， 欢迎回来我的 channel。 请你们忽略掉全素颜的我，现在我的我真的是很惨又很丑，因为今天时间有点紧迫，所以我没有时间去化妆，所以现在我就以超自然的状态来面对你们。今天视频的主题呢，就是要 prank 我的老公。老公的观察力呢是非常的强，所以等下呢，一的是他拆穿我，不然就是他大发脾气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明天就是他的生日，10月14号，但是我不想在14号的时候恶整他，那样的话太明显，所以我就提前一天。到底我是打算怎样恶整他呢？你们看看后面就知道，有那么多他最喜爱的球鞋，全部都是他的宝贝，宝贝。还有一样是我今年送给他生日礼物，也不算是我送啊，是他自己买了回来，然后跟我讲 thank you 谢谢，叫我出钱送给他，就是一双 Gucci 的 sneaker。 他嘞，我打算就是弄乱完全部他的球鞋，就很像有人来包夹来偷东西这样，然后我会跟我的女儿一起并在房间给她 surprise， 然后房间我会稍微做一点小小的布置，时间真的很紧迫，可能多两个小时她就回来，然后我等下还要跟我女儿冲凉。好，事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我家的闺女，她现在细手仔细到很开心，完全不想理我。现在我要带女儿进去房间了，我们要布置一下房间了。时间紧逼，就这样吧，不敢吹气球，怕吓到我的女儿。你看这个宝贝，她就在这里。门已经开了一点，然后手头已经在地上了。这里隐藏了一架卡车，这边隐藏了一个 iPad， 现在的我就去房间。煮剩下一半，我老公还没有回到家。等下再点锅。原来要恶作剧人是那么紧张了，心跳加速。Oh shit.
瓜。雨纷飞 ，Do you？ 老公。妈的你！要无聊要讲姊妹哦。来，谁来主持？无聊。你有被吓到吗？我想打死你先。你有以为家里被人家偷东西吗？应该不是。什么？你有讲啥了？你要讲什么？你要跟我讲什么？你给我说完全部东西。你给我说完全部东西。